如果有一天我的理想被风雨淋湿，你是否愿意回头扶我一把？如果有一天我无力前行，你是否愿意陪我一个温暖的午后？如果我问你什么，你是否想到妈妈梦中的惊奇？如果那是一个你不熟悉的家，你会不会把善良当作路牌？如果这是一个国家的未来，你是否让它酣睡，不再彷徨？变形记，爱到最美是陪伴。本节目由椰子理财梦想要实现，理财先稳健的椰子理财 APP 独家冠名播出。他不爱说话，沟通上存在一个障碍，每天就跟手机在沟通的。我想跟他沟通，给我回应就是嗯啊嗯啊，这是。我觉得他有病。你们想好谁去了？那你去。我不去，那你老师去算了，我不在家里。老师你想去吗？肯定会有两个人不能去，我刚才和奶奶讨论一下，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是让我不想长大，越大就越要害怕失去啊。一、二、三。三。我有的娘子干，你没得吃。爷爷奶奶都饿了，我干老婆干上你们吃。我自己一个人，我都自己都有食了，还有带四个孩子。几年前，孩子们的父母意外离世，留下了家里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两位年事已高的老人。父母啊，在我读初一的时候去世了，心里就感觉突然天塌了一样，后面的路就不敢怎么走了。然后我弟弟妹妹还那么小，就生活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做人好难啊，难的都只能靠自己啊。有点怕。怕失去奶奶，怕失去哥哥弟弟、哥哥妹妹，因为曾失去过吧。我来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孩子们的父母去世后，爷爷因为长期操劳，最终也瘫痪在床。现在家里主要靠卖一些草药和政府的补贴来维持日常的生活，每天能帮奶奶干活，能照顾妹妹吧，就给人一种大姐大吧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挺幸福的。我想做人要乐观吧，你哭也没什么用，生活已经这样了，我只能选择乐观。这苦也得走下去，我相信会苦尽甘来的。家庭的不幸让四个兄妹之间彼此互相温暖，互相依靠。因为哥哥大部分时间在县城读书，家里的事物就交给了三个调皮的弟弟妹妹。别人一般聊天都是很和谐，我们三个聊天一般都是斗嘴。你看着这是找着，这是就是我们一种独特的聊天。拿水来，你不能快点拿呀！我跟我自己说话，我知道你血气很弱嘛，啊，通接手啊！哇，大师，上菜小二上菜，好嘞！耶！等一下，头上有一只。
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，奶奶带着三个孩子去卖草药，赚些生活费。135块钱。今天的草药卖得不错，奶奶决定带三个孩子去餐馆打打牙祭。午饭端上了桌，可是只有三碗。妈，我说弄豆呗，但是点了三碗，我奶奶不吃啊，她觉得省要省。她是想去省点钱，心疼奶奶。说弄，那进不去了。他说你不吃，我也不吃，那我没办法，我也有没有碗吃。我今弄过家，他今弄我和我小奶油，我今弄不过，我今弄不过啥一天。我们小别快吃了，我弄完了。我弄牛，我弄牛。把汤喝完。可以啊，我吃三勺。为了给孩子们补充一些营养，回家的路上，奶奶特意买了几条鱼带回家。一般都是过年才吃。去年过年的时候吃了一条，然后到现在一直没吃下。贴鱼尾巴应该是年年有余啊。这也是苗族的一个传统吧，贴着也好看。好巧。尽管鱼吃得很香，但是大哥的心里一直埋藏着一件事情，因为三个弟弟妹妹都想去参加变形记，体验城市的生活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可是到底让谁去比较好呢？这个纠结的选择让大哥十分为难。现在知道不知道打游戏是错的，经常打游戏是错的。我知道。爸爸是不是放开你叫你打，但是前提条件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学习必须得搞上去，你才能打游戏。学生主业就是学习，不是打游戏，打游戏只是一个娱乐。
学习好以后把主业干好了，你就搞个副业娱乐娱乐，这都可以的。像游戏这东西不能上瘾的，上瘾的话会跟着抽鸦片一样，每天都不要干事情了，不要学习了，有的甚至连班都不上，钱也不挣了，每天都在家打游戏，游戏跟鸦片是一样的，玩物丧志。他就是也不表示反对呀、就是低着头关键就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不沟通，这是很害怕的，沉默中不知道他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担心极端事情发生。这个不合作不对抗的孩子就是本期城市主人公郑子豪。他之所以不愿意反驳爸爸，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比如说是早上六点开始玩，可以玩到第二天的早上六点不吃饭。我把游戏当饭吃，跟吸毒的感觉一样，离了游戏他跟丢魂的一样。在玩游戏方面，郑子豪除了自学成才以外，还经常加强对外学习。GK 前期很垃圾，以我的水平中上等吧。因为郑子豪长时间沉迷网络游戏，很少和父母交流，爸爸一度怀疑儿子有心理障碍，于是带他去做心理咨询。他不爱说话，就每次就是说沟通上存在一个障碍，不爱跟我沟通说话，有的时候在这一个月叫爸爸不能叫个两三次，每天就跟手机在沟通呢。我想跟他沟通，给他一个话题叫他展开，他展开不了，而且给我回应就是这什么原因。我觉得是他有病。回来了，吃点玩了。啊！这么快的去玩游戏了？你喝点水不喝？什么也不喝？喝咖啡奶不？走啊！准备完了。叫他不听吧，叫他不听，这看完心理咨询老师还是这老样子。肯定要生气的，肯定要恼火的。怎么又在玩游戏啊？快点快点快点。都不能休息休息啊。累一天了还在那里玩啊。都不能歇一会儿。游戏都是你的命根子呀，回来都晚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哪儿啊？你又出去啊？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每天都知道玩游戏。那晚了去哪儿啊？妈，我当时非常想擦东西，想捶墙，想打墙。虽然我知道他爱我，但是我感觉对他的这种爱我的方式很反感。变形的日子到了，爸爸妈妈忙着给子豪收拾行李，而他却在房里忙着打游戏。可以离开我父母一段时间，很自由，很自由，可以去抓小螃蟹，而且还有那种小房子
一片一片连在一起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。自己从来没下过厨房，自己的衣服没有搭过，都不知道自己该穿哪套衣服，肯定不能独立生活的。看，我给你放这里边了，你就拿出来，这样一拿不就是一套了。怅然若失的感觉，就是心里面空落落的，一边也担心他在那边受苦，很少一个人在外面，也想着叫他独立出去，叫他去农村锻炼锻炼。哥，哎，房多少？随便。天哪，房这么多呀！啊，房多，不觉得多啊？这都还去了啊！五千够花了吧？嗯，够了。给你10000块钱吧。啊，五千就行了，10000。啊？给你10000。哎呦，五千！拿着10000吧，拿着10000。拿着10000，我还得回去，还得把5000给你。那你没关系，很好，万一防万一，那时候给你汇钱都汇不到呀。5000就够了。我的小孩子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我给他钱。他一般来说都嫌多，都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一直拿着手机玩的啊，啊，手机都不离手。这个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，到了农村以后。会习惯没有手机、没有游戏的生活吗？吃完晚饭后，大哥就开始坐立难安，因为明天就是去城里变形的日子，三个弟弟妹妹都想去参加变形记。可是，到底让谁去比较好呢？老二比较诚实，而且老实。老三的话，平时又活泼，有主见那种。那老四去的话，就年龄可能有点小了，他性格有点太内向了。你们坐一下，我跟你们商量点事。你们想好谁去了？那我们三个谁去？那你去。我不去。小妹妹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双江，我想让她去到更远的地方看一下。跟老师去算了，他待在家里。老师，你想去吗？还是让三姐去。我觉得她去比我更好，因为她的成绩本来就很好，去那边的话，一定会努力学习的。让老师去。三。你们两个沟通一下。选老四吧，老四之前跟我说过他特别想去，我觉得老四更加需要疼爱吧，反正我疼不疼爱都没问题。我和奶奶再讨论一下。好。我们再分析一下，完你们最后再决定谁留谁去。应该一直没啥，肯定不要看。那你会结婚小姑？哦，那你会小姑？我不管，我管不了你。那你呢？小姑，那不要没啥，我们那边没啥，那个倒不是。那有什么？就是。你这以后跟你管理一个。等会儿，你说。
肯定会有两个人不能去，但眼前我机会只有一次。我刚才和奶奶讨论一下，决定的最后的决定是让老三去的。反正刚刚你们也说了，反正同意我的决定，反正决定就是这样的。你们有什么意见的话，那也得尊重这个决定。舍不得也得舍得嘛，让他们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感觉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玩，挺好玩的。我是不会逃跑的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跑。晚上我绝对不乱走啊！我绝对不会跑的。这个路老子要是跑的话，我就是傻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大山的深处了，我现在真的已经放弃了逃跑这个念头。妈，你真待不住，不是假待不住，真待不住。我还说这旅行技能，我错了，大哥们，我真错了，我错了，真打脸，我错了。这个很打脸呢，我自己放得很快，我是唯一一个不会逃跑的主播，老子还是跑。Hello， 这什么东西啊？蛇，生，蛇，生，你摸哪里啊？随便啊？对，我。这个山里蛇多吧？蛇，不是，也不是太多。那蜘蛛呢？蜘蛛很多，有可能多呀、啊。那狗呢？狗也是比较多。哦，比较多的，是野狗还是家用狗？家里养的、山里有没有毒蛇？毒蛇是有的。那平常是经常出在就我们家附近还是什么？还在这边里面啊？晚上的时候有。对。我家门口有四只，晚上的时候出来一个可能是啊，好吧。那我
去提一下我的箱子，帮我一会儿。走。收东西、啊。手机先，跟不上就别。耶，耶，耶，我的天！啊！干嘛买这么多零食啊？拿都不好，拿出来都不好。其实妈妈真的很爱你的。还有叫什么？你知道他叫什么？这是多少钱？一千五百。还有三十吧。现在所有的都上交了。全部上交，加钥匙。所有的钱、手机、违禁品，全部。要不你来帮我说吧，四二四三四四，要不坐着吧，站着太累了。四五，嗯，数错了。四五七，走。八九十九十七十八，我好像又数错了。但反正大约一千，一万。正好一万。哎，然后呢？啊？啊？哎，嘿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要不拿一点，这样全都要收的，我不能吃的呀，又不能吃，还不如送给你们了。拿一点吧，拿一点。哎，要不要再多拿一点？在没收之前，你把你该吃的、想吃的、想喝的可以都喝一点。牛奶可以多喝几瓶。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不喝放这了，要喝你们自己的。好了，现在可以进去了。真的假的？去哪里？这样吧。为了迎接小圆，
爸爸妈妈早早的就来到了机场等待。不会是这个吧？啊，是男孩女孩？哎，就这个了。圆圆。圆圆。圆圆。来来来来。好小啊你。小姑娘看着，我想象着应该是个子比较高一些的嘛，然后一看个子小小的矮矮的，哎呦好让人心疼呀。我给你拿着东西。这爸爸给你拿着。爸爸有劲，这爸爸拿着。不用，我自己拿。我说我替你拿东西，他有点比较有点害怕，感觉就是对这个陌生人有一种保护性心理吧。刚第一眼还是有点紧张，会有一点点害怕。饿不饿？我还没吃。没吃，以后去饭店吃。担心小圆肚子饿，爸爸妈妈带着他来到了餐馆吃饭。大虾怎么弄？大虾把这皮给它剥掉，拿着蘸一下。来，我喂你，还不用我自己吃，拿着蘸着吃。他们太热情了，一直在那里给我夹菜，我就有点不好意思。那个壳不要吃，那个红的壳。想吃吗？不行，上海的都不行。吃那么大桌菜，感觉如果弟弟妹妹啊、爷爷奶奶能跟我一起吃。那我就觉得挺满足的。走，进来，没事，进来，没事，进来。在家里来跟我家完全不一样，感觉就是相反的。这里比那里要亮了很多，比那里要凉快，没有蚊子。洗好了，出来吧。去你屋里，我给你把头发吹一下。小姑娘好让人心疼。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哈，从说话呀和举止呀哈，很没有放得开。不用，我自己拿。那我喂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吃算了。那肯定是给我们还心灵里边肯定还是有隔阂的，从内心来还是有隔阂的。所以说我感觉一定要细心呵护这个孩子。别扔床啊，嗯，好好睡，有什么事叫我就行了啊。好。那老大呢？我大读书去。读书去啊？那这个多大了？这老二？我一十四岁。奶奶挺和蔼的，二哥和四妹有点沉默，不怎么说话。那你就是老三了。我就是老三。哦，对，我就是老三啊，我来这里做老三。
你们看骆驼也可爱，还很漂亮。我只种了个锅的圈，我的身子很矮矮的，跟模拟它一般。这里有水没？这里有。有啊，能洗澡吗？洗澡。啊？井边可以。井边，井边，就一个井，然后几个人围在一起啊？你去洗的时候，有人帮你把风。啊、真的假的？哥哥来了之后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，他很瘦，脾气很好。这是爷爷吗？那是我爷爷，我在床上四年了。床上四年了。我爷爷好，爷爷好。家里成员有奶奶、爷爷、大哥、二哥，还有我，还有一个四妹，很开心。你喜欢吃玉米吗？烤玉米，烤几个？你采西红柿，我和三哥去拿玉米啊。那玉米是长在土下面，还是那个直接长在上面的？你看，前面这个。他好像不认识辣椒和玉米，他以前认为玉米是长在地上的。顺便你再采一下辣椒。辣椒怎么采？对啊，就是辣椒，就是辣椒啦。辣椒，对呀、啊。这种就算就可以了，就可以摘吗？你直接摘就可以了，摘然后放到这个就行了。哦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别弄坏了，别弄坏它把汁了。红的也可以。来包玉米，先把它弄下来。弄下来。然后把它剥掉，现在就可以了。采西红柿。哦。累，太累了，还要弯腰去看是什么，周围还有一些虫，小飞虫。喝个水都要跑个五分钟，去打水。把这个锅打开，随便用一用，用锅洗一下。你就是把水放在这里，把水打在这个锅里面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天哪，我发现我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那种农村，我想的是那种农家乐，然后来这里才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如果有一辆直升机飞过来接我，我肯定会跑的。本节目由椰子理财梦想要实现，理财先稳健的椰子理财 APP 独家冠名播出。天，好像掉钱了，好像掉钱了耶，我带空了，快摸还有的呀。那个马路上的时候摸着还在的，找不到，真找不到了。奶奶感觉她挺关心我的，然后挺和蔼的。我已经在这里感受到我应该要改变这个现状了。这世界总是有很多不同，我们也有不一样的梦，太过执着让一切变得冷漠，向前走留下的是难过。追一步总会海阔天空，了解比拒绝更容易沟通，
伸出你的手，抛开主观，试着接受，让悲伤在心里永远不停留。感谢社区社交媒体新浪微博，特别感谢人民日报一点资讯杂牌新闻客户端，感谢视觉行动秒拍第一视频榴莲VR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三六零影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特别感谢三六零娱乐，三六零娱乐你开心就好。我们学会在乎，学会珍惜从前来之不易的幸福、哦、如果换一换，站在别人的角度，也许能明白有些事自己糊涂、哦、用心去看清楚曾经犯的错误，告诉你